新闻，我是威设计师。透过大量温润木质搭配铁件、玻璃等硬材质，为来自日本的屋主营造21坪日式无印温馨宅邸。玄关以柜体作为隔屏，并砍入电子科技衣物处理柜，方便屋主收纳外出衣物。侧面大型十字架造型灯光墙，传递屋主虔诚信仰。开放式客餐厅以木质日系风格为基底，餐桌衔接中岛，形成流畅回字形动线。除了保有各自的活动空间，也串联凝聚了一家人的情感交流。设计师整合书房与主卧出入口，运用活动拉门增加空间弹性。书房卧榻隐藏大量收纳，展现干净利落的视觉感受。叶希文罗氏威设计师重新校定动线，丰富空间机能，并满足屋主需求，打造充满日系精神与情感交织的通透之所。